书读得好的人很少会想到去创业，而读书读到差的人没人要他，他容易去创业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我们在座很多父母以及很快当父母的人，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调整一个心态，看见你的孩子会读书你要鼓励，不会读书你也要调整心态。有些人真是天生不会读书，你把他煮了吃了他还是不会读书，但是他有可能在另外地方长出来。所以不管你会读书不会读书，你有资源没有资源，机会都有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